千万不要随便口误。教导主任，希望你好好把我给操，操练一顿。会的，会的。吴彤宣传的很好，下次不要说了。今年最火的剧吧？今年最火的剧，杨洋的剧《我和我的荣耀》。哦，我是我的荣耀。没有一遍把人家剧说清楚。我是你的荣耀。你是我的荣耀，吴彤。罗云熙一开口，薛之谦都迷惑了。由毛不染，毛不染，毛不染演唱的《不染》。等一下，我有个徒弟叫毛不易，但是毛不染是谁我真不知道。张延琪的童年有些过于悲惨了。最年轻的朋友，可能看直播的很多朋友是年轻的朋友，都觉得我吃不到这么多。但是有没有想到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可能就需要这些年。对，小时候爸爸妈妈一口奶一口尿，对，一口奶一口饭把你喂大，然后长大之后你是不是该买一点，该买。丁禹兮的严谨程度和张新成有的一拼。说你是日系的帅哥，你认可吗？嗯，我是中国系的帅哥。对不起，我是中国系的人，我不能，我不敢自称帅哥。天哪，你刚说的我都出汗了。我也是。我要 CPA 是什么呀？ CPA 是什么？我赶紧查一下。 CPA 不会是和知网一样的东西吗？ CPA 考试，哦，注册会计师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跟我有关。前有刘昊然，我谢我自己。兴趣是最重要的动力，对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就要用心去做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昊然，谢谢雷总。后有莫言、余华如坐针毡，是莫言新书《生死疲劳》的发布会，你们都是他的粉丝读者，我知道。嗯，您的长篇好说是要讲究长度、密度和难度的。余华老师给大家打招呼。余华老师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，但这三位老师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璀璨的星群了。听说您这本书当时43天的时间写了43万字的稿纸的字数。其实老师好像有一首诗是叫我奶奶。